咗咧有一间复古嘅杂货店啊，咁入边咧有好多嘢都系店长咧喺日本度揾翻嚟嘅，咁如果大家想过嚟寻宝嘅咧就啱晒啦。有很多很懷舊的東西賣的，例如有玩具，有一些很特別的手袋，甚至是一些傢俬、衣服和一些首飾都可以買的。